在這裡我也想提提警方的抗疫工作方面的情況。我們警方啟用的重大事件調查及災難支援系統，即是俗稱的超級電腦，現時大約是有40名全職的人士的同事是全力協助分析了是大約10000宗的案件，並就其中1000多個案件是派遣刑偵人員實地調查，以追蹤病源、分析傳播熱點和超級大菌者。我們警方亦都外借了差不多50名的人員是協助衛生署調查和檢控違例的個案，以及40名的人員在新成立的個案追蹤辦公室是追蹤確診的個案。此外，我們警方日常是繼續派員是駐守各個口岸和隔離中心，協助執行隔離令、上門突擊檢查和是追緝違反檢疫令的人士，執行大廈強制檢測、就限聚令、口罩令和受規管處所進行巡查和執法等等。現在疫情在全球和本港持續反覆，我們警方會堅守崗位，與各部門同心協力做好防疫工作。